它有三个颜色，这是卡其，然后我穿的是新色的。跟这个粉色调的，它是做这种可调整式的，对，它是做固定式的肩带，这边是做固定式，然后这边是做可调的排扣设计。然后它腰这一款比较不一样一点，它的腰这边它是做这种抽绳，然后自己绑结的这种，你可以自己依照你自己的腰围下去，要松一点紧一点都 OK 的。斜纹布的材质是还蛮宽松舒服的，就是。不拉抽绳的话，我的空间还蛮大的，就是穿到大 L 是没问题的，这样的，所以你们放心。然后如果你这样抽绳拉下去，它也是不会贴臀，不会贴屁屁，所以你们放心。像飞鼠袖啊，比较飘的那种蕾丝袖、荷叶袖都可以搭配，是 OK 的。然后像我是直接搭一件小背心在里面，然后直接这样单穿，这样也 OK。